几乎每年都会来华演出，而且还发行过法文版的中文歌曲以及中文版的法文歌曲啊。许维洲也是我们非常优秀的演员、歌手，近期刚刚官宣加盟足球与战争题材电影《荣城》，以及由陆川监制、张永宝导演的电影《爆破班》两部作品。另外，许维洲还担任了我们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的火炬手啊，和我们四川语的不解之缘。期待着两位在今天的盛典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。来吧，我们共同合影留念。再次欢迎两位来到金熊猫盛典，这边请。好，两位接下来是这个 freestyle 的创作时间啊。好，非常可爱，再次欢迎两位，欢迎。